虽然还是放不下，啊，能相信，啊，慢慢去体会。所以学佛不能用想，不能用说，要用什么呢？不断的熏习。我现在还做不到，怎么办？多听啊，一遍一遍的听。在从前有一定的难度，在现在呢比较方便啊，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，有录音有录像，啊，学习的时候把它录下来，一遍一遍的多听，啊，真正想契入境界，那你一定要懂得古人说话的意思，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一生真正想契入境界，我就学一部经，绝不换第二本。啊，我一遍一遍的听，古大德所讲的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就开悟了。啊，正觉六道没有了，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，六轮回没有了，六道是执着变出来的，有执着就有六道，执着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六道没有了，你还有分别。啊，有分别，分别没断。啊，还会起心动念，这是什么呢？四圣法界。啊，是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啊，还有这个幻象存在，那也不是真的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啊，那也不是真的啊。那么在大乘教里面，那些人也称凡夫，六道叫内凡，四圣法界叫外凡，六道以外的凡夫。啊，不算圣人，啊，圣人要这样明心见性才圣人，啊，所以大乘圣人的标准呢很高，啊，要破一片无明呢，正一分法身，啊，真正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是圣人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初住菩萨，啊，初住以上。啊，到等觉，这是四十一个位次，这四十一个位次叫因地。为什么呢？无始无明的烦恼习气没断，习气断了，那叫究竟果位，叫妙觉位。啊，妙觉位也不在十八图。啊，不在十八图，在哪里？在常寂光图。我们净宗讲的常寂光，常寂光是自性，就完全圆圆满满的，你回归自性了。这些事，这些道理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佛慈悲教导我们。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回归自性。啊，怎样回归？如果你根性大利，一句话就解决了。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就证得圆教初住菩萨了，就成功了。啊，你一生十宝庄严土，这个地方讲的十玄门，那完全是你的境界了。啊，你已经证如十玄门了。
啊，这不是解悟，是证悟啊！啊，入世贤门就入华严境界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，华藏世界。啊，入华藏就入极乐世界。啊，为什么？你到那里一定看到文殊普贤了，这两大菩萨是带头的，是班长啊。啊，他会带你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去看看阿弥陀佛。啊，这就成功了。啊，所以不能思，不能意呀、啊！这个"不可思议"这句话妙极了。啊，那我们不能开悟，原因在哪呢？常常用脑筋去想，坏了，越想越错啊！啊，佛讲的道理你能想吗？它从自信里流的，自信没有通过意识。我们今天用意识去了解经义，全都解错了。问题在这里。啊，宗门真正开悟的人，你看，求老师给他印证，老师有没有给他讲？不讲。啊，学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断了，那一想不就都起来了？不能说，一说也都起来了。宗门的考试常常比划比划，一心一心，你心里知道，我心里知道，行吗？问题就解决了，啊，叫以心印心，绝对不在言语文字啊，与言语文字不相干了、啊，啊，一物一切物，全都通了，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经通了，世出世间一切法也都通了，为什么？它是自性变的，你见了心，你怎么能不知道？然后你再晓得，这放下多重要啊！啊，不肯放下，慢慢来。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见性呢？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见性？你这一生不能放下，来生再说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肯定这个道理，你相信这个道理，你能不放下吗？叫你放下，通通叫做烦恼啊！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，分别叫尘沙烦恼，执着叫见思烦恼。啊，总名称叫烦恼啊！你心一动念去想烦恼，生烦恼了；一开口说话，生烦恼了。啊，这些话，我们在今天，在这个圆明居德门里面来说，啊，有前面呢，你已经学了很多了。啊，听了之后不会感觉到奇怪了，啊，能相信了，虽然还是放不下，啊，能相信了，啊，慢慢去体会。所以学佛不能用想，不能用说，要用什么呢？不断的熏习，
我现在还做不到，怎么办？多听。啊，一遍一遍的听。在从前有一定的难度，在现在呢比较方便啊。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，有录音有录像，啊，学习的时候把它录下来，一遍一遍的多听。啊，真正想契入境界，那你一定要懂得古人说话的意思，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一生真正想契入境界，我就学一部经，绝不换第二本。啊，我一遍一遍的听，古大德所讲的，读书千遍。其义自见，就开悟啊！一部经要真的听上一千遍，根性利的人肯定开悟了，根性钝的人还不行。前人有例子，我们在《坛经》上看到法大禅师啊，念《法华经》念了3000遍没开悟，到潮汐去礼拜六祖，啊，六祖给他一说。他立刻就开悟了。啊，我们听到六祖的话不开悟啊，他听到开悟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有3000部《法华经》的弟子，也就是说，他已经达到开悟的边缘，就差那么一点。啊，到那个地方六祖给他一点就悟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古人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啊，我们听的很多，我们也看的很多，可是怎么样，没觉悟啊。如果真觉悟的话，如法炮制就能成功啊。看看近代我们所见所闻啊，念佛往生净土的一些大德啊，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啊，站着走的坐着走的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他就一门深入。啊，一部经，一句佛号，简单呐，哪有那么麻烦呐？啊，真成功了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很容易就明心见性。为什么？还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